你们的大樱桃呀都买贵了，咱们农民自己种的呀特别便宜，看到吗？个个都是这么好的品质，我一天呀都能吃1000多个。嗯，特别甜，如果你们想吃，你来我直播间，咱们农民自己卖。朋友们呀，稍等一下啊，别着急滑走，来来来看一下，我们陕西的大黄杏已经成熟了，像这种杏子呀，尝一口，硬着吃酸酸甜甜，软了吃纯甜无酸，你们带一箱给叔叔阿姨尝尝吧。咬都咬不动的贝贝小南瓜，每一个呀都是这么老，但是啊它越老越好吃，你蒸出来之后啊它是粉面甘甜，看到吗？我一天不喝水啊都能吃100多，一口一个呀刚刚好，如果你们想吃呀，你来我的直播间，咱们农民一箱呀只赚2毛，多一毛都没有。哥姐姐们，咱家的樱桃成熟了，果肉又嫩饱满又多汁，现摘现发，顺丰空运，想吃的老铁们点我头像，我就挂下方小黄。你们呀天天说我吃过这个你吃过那个，那你吃没吃过我家的贵妃红杏啊？看一下，刚刚成熟，如果你喜欢吃来我直播间。听说呀这种果实一年就能吃一回呀，竟然还有90%的人没见过呢，吃在嘴里是甘甜多汁，贴身醒脑解油腻呀，你知道它叫啥名？哥姐姐们啊，凌晨我又给大家采摘樱桃了，看咱家樱桃新鲜不新鲜，大不大呀，看一下整整一桶，每一个都是个大饱满脆甜多汁的，想吃的来我直播间，所见即所得呀。来来来朋友们看一下，今天啊又来果园啊给你们采摘芒果了，我打开一个树上熟的，你们看一下，像这种树上熟的芒果呀口感呀软糯香甜，特别的好吃，真的我一天呀都能吃100多个，看一下果肉金黄，有食欲吗？如果说你们想吃，今年呀咱们自己卖，就挂下方小黄车，20几块啊给你们装满满一大箱还包邮。来来来朋友们看一下，像我们家这种芒果今年啊好多啊都熟在树上了，还没有人来收啊，看一下都这样子的芒果啊，在你们那边起码得7-8块吧，个个啊都是这种又大又甜的，无私无精，你们要是喜欢今年啊我们也学着自己卖，就三家下方小黄车，收一点农药成本回来就行了，看一下个个啊都是这样的品质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我们今年新红薯，我扒开给你看一下，这种红薯啊真的是又香又面又甜，我打开给你看一下，看这品质，果肉金黄金黄的，如果你喜欢吃的话帮忙留个爱心带走一箱，谢谢大家。朋友们来家里面看一下贝贝南瓜，不要看它小都是肉，非常的粉非常的糯，然后甜度又很高，小朋友的话老人的话都是一款非常好的辅食水果，喜欢的话可以来我直播间里面看一下哈。点亮红心发展农业，这里是现代化的育苗基地，如果你喜欢种植葡萄，想了解葡萄种植及管理技术及嫁接技术的，可双击加关注。点亮红心发，你们呀是不是还在吃普通的杏儿？像我们家这种红色的贵妃红杏，你们肯定没有吃过，非常的好吃。如果你们喜欢吃，下方小黄车就有。来看，发现一个宝贝。你们俩怎么还能在一起呢？赶紧分开吧，你们两个不合适。来看一下这个好不好吃？口感呢是脆脆甜甜的。2021年第一颗桃子，你今年吃到了吗？小伙，来果园干嘛？来果园干嘛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哇，你看，老板今天带了好多芒果啊。看我怎么给他上一课，来来来。
我吃芒果那么酸，我得回去告诉他们。哎，别吃别吃。可是他们还不知道啊。那你带你回去。他们怎么感觉又会上了一个啊？挑战十秒钟，看能拔多少个洋葱，开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喜欢吃的话，9.95斤，下方小黄车就有。我真的太佩服你们了，你们也太会演戏了。我们农民呐，除了会种地，一点都不会演戏。你看看我们家自己种植的羊角蜜甜瓜，看每个呀都是不掸农药的，看，嗯，连皮带瓤啊都可以吃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吃啊，你就带走一箱吧，我们自己发货，自己打包，不让那些坏人赚一分钱差价。哎姐，你别走，我问一下你们那边羊角蜜卖多少？10多块钱一斤呀。哇，是不是没熟还不新鲜啊？对。嗯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我家种出来的羊角蜜，个个都像这种皮厚肉薄的，吃在嘴巴里面又脆又甜。哇，那我想吃啊，怎么买呀？我给你挂下方小黄车，个个都像这种好品质的，带一箱回去品尝一下吧。像你不要种那么多，你偏要种，现在怎么卖啊？别人家怎么卖呀？别卖10几块钱一斤，那也太贵了。我们这是产地，芒果不值钱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买满一大箱啊，10几块还给包邮。兄弟，你在干嘛？我在选樱桃。这樱桃好吃吗？这樱桃酸酸甜甜的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我特意从福建跑到山东来给你们挑选这新鲜的樱桃，喜欢的话来我直播间马上开播了哦。朋友们，在你们印象中杏子是不是特别酸呀？那是你没吃过我们大姑娘，看一下，不光颜值高，酒味甜，一味酸，嗯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喜欢吃，你来我直播间看看，价格还不。把李子从树上摘下来，用力夹碎它，撒上点这个叫玛莎拉的东西，开吃。甜。姐，求求你们了，不要再去吃市面上重甜的大黄杏了。看一下咱们家大黄杏，不甜不要钱，不酸不要钱，像这样大黄杏啊，酸酸甜甜，特别好吃。喜欢吃的朋友下方小黄车带走一份吧。来来来，看一下这个呀，就是你们9.9在我这里买一箱的新鲜紫皮洋葱，看看，给你打开看看这品质啊，每个呀都是脆脆的辣辣的，炒菜呀凉拌都特别的香，看看都这么水灵啊。耶，你小两口在这里晒太阳还舒服哎，这满脸都晒的是黄褐斑，你不心疼你老公我还心疼哎，我把他带走。这下你一个人晒太阳不挤了。你们的樱桃呀都买贵了，看看脆脆甜甜，特别好吃，咱们农民自己种的，如果你们想吃呀，你就来我直播间，几十块我给你们发满满一大箱，还顺丰包邮到家。你们别再说我骗你们了，我们的荔枝王真的长在火山岩石缝当中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果子已经开始慢慢上色了，看那个头和鸡蛋一样大小。小姐姐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摘樱桃呀。你明明该靠颜值吃饭，你干嘛那么累呢？哎呀，在外面带风光都没有用，家里樱桃熟了得回来帮忙卖樱桃。这樱桃多少钱呢？喜欢吃的话抓紧时间来我直播间，正在直播。相信大家都吃过荔枝，但是大家肯定没有吃过和鸡蛋一样大小的荔枝，这就是海南的火山荔枝王。它生长的环境啊极其苛刻，每一棵树啊都生长在石头缝当中，这样的荔枝才会更甜更新鲜。如果你们想吃的话，下方小黄车几十块给你发一大箱。蓝宝石，没什么花。稀稀拉拉，一亩地几百斤。
他肯定得自己下来的。未来我这里我都喜欢他们呢，就我这边兄弟多。我没看，别问他们货收不起来了，这价格还高，货收不起来。